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问题与解法节目。所以如果你正在面对困难，如果你有问题，也速记住他会帮助你解决你正在面对的问题。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，你速记住有力量改变你的生活，他也要赐给你们和平。让我们一起读他的话，耶稣基督的话，他这样子说：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。所以你们看，耶稣基督他要把他的和平赐给我们，做主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不管如果你有很多问题，不管如果你的家庭都破坏了，耶稣基督他要给你和平，他要祝福你的生活，他要让他的和平进入你的心里。因为他说了，让我们再一次读他说的话：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。所以他的和平应该在你的心里做主。所以可能因为你正在面对很多苦难，你没有和平，晚上的时候你睡不着，你不会睡着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问题，因为你怕极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，应该怎么解决你正在面对的问题。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了，他要给你和平，他要帮助你克服这个困难。所以我也要做一个祷告，请耶稣给你们和平，请耶稣给你们他的平安。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，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会进入你的生活，耶稣基督会帮助你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相信，我也邀请你们准备一瓶水还是一杯水。现在我们会祷告，我们会请耶稣基督的和平在我们的心里做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有的时候过生活很难过，但是你要记得上帝跟你同在。现在祷告一刻。我的主耶稣，我知道耶稣，目前很多人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有恐惧耶稣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，在他们的心里恐惧做主耶稣。但是我请你，因为你说了，让耶稣基督的和平在我们的心里做主。所以耶稣，我请你给这个人和平，给他们耶稣平安。可能他们睡不着耶稣，他们有抑郁症，他们生病了耶稣，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所以我请你耶稣帮助这个人。朋友，如果你相信，你可以做你的祷告，请耶稣帮助你，请他帮助你克服你正在面对的困难，让他知道你正在面对的困难，因为他与你同在。不管你在哪里，耶稣基督与你同在，你只要相信。如果你相信，我祝福你的水，我的主，我请你，这个人喝了以后，这瓶水还是这杯水，你的力量会进入他们的生活，你的和平耶稣会进入他们的心里。不管他们的情况怎么样，你会帮助他们耶稣克服你正在
面对的困难。如果他们的家庭破坏了，如果他们的金融生活破坏了，这个人没有丰富的生活。所以我请你耶稣祝福这个人，加强他们的信念，耶稣让他们克服所有的困难。我也请你们，请你耶稣让你的和平在我们的心里做主。我祝福你的水，我的朋友，如果你相信，让我们一起喝这杯水，这杯水。现在你会领受和平，现在耶稣基督祝福你的生活，现在耶稣基督的能力进驻你的身体，他治疗了你，他祝福你的生活，他加强你的信念。现在你领受和平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我们这样子祷告。如果你相信，你可以说阿门，阿门。所以你不要让恐惧在你的心里做主，让耶稣基督的和平在你的心里做主。好，所以如果你需要帮助，如果你需要帮忙，你可以透过这电话号码跟我们联络，你可以跟我们联络，我们会回答你，我们会帮助你。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，耶稣基督他会帮助你，耶稣基督有解法。好，所以下一次我们再见，上帝祝福你们。